内蒙古高原位于中国北部，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，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，是中国的第二大高原。内蒙古高原开阔坦荡，地面起伏缓和，从飞机上俯视高原，就像烟波浩渺的大海。高原上既有碧野千里的草原，也有沙浪滚滚的沙漠，是中国天然牧场和沙漠分布地区之一。内蒙古高原气候十分干燥，沙漠分布面积占全国沙漠总面积的1/3以上。较大的沙漠有巴丹吉林沙漠、腾格里沙漠、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等。黄河流经内蒙古高原中部时，河谷较宽窄，泥沙在此堆积，成为肥沃的冲积平原，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塞上江南的河套平原。内蒙古高原是中国著名的天然草场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曾是草原的真实写照。但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，导致草场退化，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。所以，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，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重要举措之一。